家好，我是昆女王佑君。今天我在波特山庄 Toll Brothers 开发的 Beacon 社区三号样板间门口。三号样板间呢，我们首先看到它这个门口很像古堡一样，是在侧面进入的，并且它这个外立面呢是托斯卡纳风格。每一种户型呢，外立面都有三种可以选择的。之前呢，前两个样板间有意大利式的，有经典式的，那么它还有西班牙式的风格。我们要看地块的不同，然后它决定它的外立面也不同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座城堡吧。首先看到的也是一个旋转楼梯，但是这个户型的设计呢又多增加了一分梦幻之感。那么我现在所在呢是两个岛台的中间，后面一个大的岛台有一个大的洗手台，那个呢是我们用来洗菜的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水龙台呢，是为什么呢？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但又有点眼熟呢？没错，这就是在外面的 bar 经常会有的一个配置，我们好友两三在这里小酌一杯就可以方便清洗我们的杯子，是不是特别的贴心呢？那么我们的右手边后面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个中厨，现在建商把它做成了一个中厨，也可以升级成别的选项，这样呢就是中西结合的一个设计方案。上到二楼来，进门处的挑空跟旋转楼梯处的挑空遥相呼应。我的正前方呢是主卧，其他的三间次卧在我的后方，并且每个房间都配有洗手间，妥妥的豪宅的配置。室内面积呢在4000尺左右，可以做到5房到6房。我身处的这个 loft 呢也可以做成第六个房间，再放上迪士尼的音乐，是不是特别 match 这个房子的气质？Thank you.